在佛陀时期有一位婆罗门，婆罗门就是当年印度的贵族，名字叫梵吉沙。他有一项特别的本领，他有个本领，他只要将一个死人的头盖骨啊拍一拍，拍一拍之后，他就知道这个死人是投生到天上还是人间还是在地狱。当时啊，在印度这个人很红啊，死了人之后人家都找他去拍啊，结果他还到各市各乡还去巡回，去巡回，用现在话叫巡回表演。来，拿个死人头拿过来，对吧？天上，很准的，人家做梦就做到天上。人间，投胎了，你就这样，很厉害了这个人，啊。然后呢，村民呢就像这个梵吉沙呢询问死去亲友投生到何处，问完之后呢，有的就啊给点钱啦，啊10元、20元啦，100元不等。一路上呢下来之后呢，他就积攒了很多的钱。有一天，梵吉沙来到奇树及孤独园附近，佛陀讲经说法的总部，明白了吗？他的朋友们看到当地的民众都去听佛陀说法，就向他说，向他们说，现在来了一位摸骨的大师啊，哎呀，他这个等于比佛陀还厉害啊，能够知道你们死去的亲友啊生到哪里，你们赶快过来看看呐、啊，机会难得呀。佛陀的信徒们说，佛陀是谁也比不上的，他才是究竟觉悟的人呐、啊。那个梵吉沙的朋友认为这是一句挑战的话，就簇拥着梵吉沙来向佛陀挑战，就敲头盖骨的人呐、啊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过来跟菩萨、跟佛陀来比比。结果佛陀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，佛陀呢就叫人准备好5个头盖骨。啊，佛陀也蛮厉害的，对不对啊？准备好5个，就请梵吉沙回答。结果前面4个依次是投生到地狱、畜生、人间及天上的头盖骨4个，全部敲了之后，佛陀说他全部答对了。这个人也蛮厉害的，全部是真的。但是第5个头盖骨呢？他拍了拍，拍了拍，敲了半天，冒了汗，回答不出来。这个头盖骨的确难倒了他，啊，敲不出来了。佛陀说：“梵吉沙，不知道了吧？我知道这个头盖骨的主人升到何处去了。”佛陀就告诉他：“你看你拍不出来了吧？第5个，我知道他在哪里的。”原来这第5个是一位阿罗汉的头盖骨，梵吉沙就请求佛陀教导他如何知道这第5个技巧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梵吉沙他敲头盖骨，他也只能敲到天界，超出天界的他敲不出来了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就是人家说了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了，人外有人，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佛陀说，你要想了解，你先要出家，加入僧团，我才能教你。佛陀渡人了。梵吉沙为了学会这个技巧，就受戒成为了比丘。然后呢，遵照佛陀的指示，佛陀叫他整天看他自己的身体。他出家之后天天看自己身体啊，他很努力的禅修。实际上佛陀教他的方法就是观自在啊，看看你自己自在不自在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检查自己一生当中的一言一行是不是对，就是观，就看自己啊，看看你自己啊，你好不好啊，你这个人很不好不好啊，你要观自己啊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培养出强而有力的觉性，他终于看清自己身心的实相，
他灭除了痛苦，证得了阿罗汉的圣位。你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你不知道阿罗汉国的境界。你今天不是教授，你能了解教授多少？你今天不是大学生，你不了解大学生能学到什么东西的呀？你今天让个小学生来看大学生的水平，你看不懂的。所以从三界的束缚当中完全的解脱出来啊。后来他的朋友再找他，继续叫他去巡回啊表演，用这个看的这个来赚钱。梵吉沙说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不再加入你们的行列了。因为一位内心拥有觉悟的人，他将过着安详而踏实的生活，不会沉迷于任何的特异功能当中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感受到自己活在世界上的不容易，每一个人都要懂得平安就是福，安详、吉祥、瑞祥，只要能够有一个祥，你就会得到祥和。所以有的时候人呐、啊，平安就是福气，不一定要大富大贵，也不要名气太响啊，利益啊太多，平安就是福。每一天能够开开心心就是你的德，能够开心的人有道德，不开心的人呐、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心里道德水准还不到，所以他整天的看这个不满意，看那个不满意，跟这个不开心，跟那个不开心，嫉妒这个恨那个，你说你心里能开心吗？所以学佛的人就要放得下看得破，真正的从内心来升起